说起来，婚书上写了什么都还不知道呢。喜今日，家里出城，良缘永结。补他年，比翼连枝，白首永携。玲珑天要立书为证，福愿娘子宴回，喜乐千秋。你要去哪儿？好字眼啊！给你的，我要继续找回我的身体。燕回，我要回去收东西，陪你一起去。你要同我一起？就这么定了，这个你拿回去，等我们回来一起画。门主当时为救陆木生，用九成的功法给他做了一个镯子续命，只要将他重新带回门主手上，门主即可苏醒。阿姐，等你醒来，我就不必再受这屈辱了。回与妖龙勾结，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，不可轻饶，理当诛杀。